榜一人皇的古董商，这把的话遇到的是歌剧囚徒古董空军加邮差，甚至不带薄命啊。这个阵容带薄命，空军这边不太会带，空军大概率是个飞轮。第一波翻交枪吗？吃一刀，没办法，这个地方交枪有可能枪跟刀同时出，然后擦刀。这一把抓空军，其实这个局对于穷人来讲，要想争胜的话呢，抓囚徒我觉得应该是穷人比较愿意看到的，因为这个囚徒飞轮加双弹，然后这个囚徒他的道具技能可续，这边交枪。空军的话这里最多就是逼出闪现，这个牵制时间远远不够去争一个四人开门战，除非榜一大佬能够打出神发挥啊！不过空军这边也还不错了，飞轮应该是好了的，飞轮进板，板子拍掉，很可惜，这边直接抽刀完成击倒，没有能逼出闪现的话呢，穷者可操作的空间就很小很小了，因为你这边想要过来操作，监管者这边，比如说古董商过来打架，真的在节奏点上面交个闪现追个双倒，对吧？你把人救了，然后我这边追个双倒以后，我再去追空军，空军这边是不具备二六能力的，飞轮都交掉了，还有个啥？啥都没有。古董商这边机子修掉以后，过来压一手，看情况救人吧。你说崩嘛，也不算崩，只是呢有点裂，裂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裂到一个这个局穷人者我看不到任何四人开门战争胜的机会，然后再加上囚徒这边是没有大心脏的，开门战之前。对吧，你们真的比如说中间不给任何机会，开门战之前我找到囚徒，针对囚徒这个局监管者保平争胜大概是一个七成的胜率，如果说是抓其他人的话呢，不对，这邮差也是没有大赢的，转个圈圈，这边一棍空掉，飞轮往前顶，卡血先救下来。好，那这边打一轮吧，打一轮，因为飞轮已经交掉了，这边又有闪现，古董商其实哎呦漂亮，这一刀躲的打完这一波闪现依然没有逼出来，求生者这边虽然说是一个比较极限的卡半就，但这个局你保不活这个空军啊，机子其实差的不多啊，机子其实差的不多，这边的话囚徒吃了一刀，古董商这边状态没有补好，但是交棍还想保，因为这波的话三连棍可以打出一个什么呢，打出一个空军开车，囚徒这边有电，囚徒这边是可以保空军开车，古董商这边是可以去把站台给点了的，交闪现，哎，不交闪现吗？不交闪现回溯过来，哦，这么来可以啊，这里古董商，哎，这波我觉得监管者这边应该是想的非常透彻啊，我作为一个上帝视角我都没有想到，因为可能我格局玩的少，这一波哎先失常，机子先踹掉，就他已经想得很清楚，我知道你要干嘛，因为我们看得很清楚嘛，这边囚徒过来保想干嘛的，古董商三棍想开车过河了，但是我可以回溯啊，我回溯了的话呢，除非是当时古董商这边再帮忙点一棍，有没有机会？好像是有机会的，只是古董商站在了车站的另外一边，因为他要点站台好像也过不来，归根结底我觉得如果说是歌剧想得够透彻的话，好像这把穷者没有办法拦住歌剧这波回溯，因为古董商点完站台以后他跳下来然后再绕过去来拦住，拦不住拦不住拦不住，这波打完囚徒邮差都没有大心脏，不过呢这个局其实是有一定的三人开门战的可能性的，因为现在外面差两台机子，真的牵制的好一点，对吧，这边还有飞轮，你没闪现还能玩，有狗有飞轮，板子的话这边因为是一块处女地嘛，所有的板子全部在，能操作的点位还是蛮多的，再加上本身飞轮双弹，对吧，放狗咬，好的 nice， 不得不说啊，这个邮差的一个牵制我觉得还是蛮秀的，这里啊飞轮躲刀爱翻，这里回溯再翻 nice，真的 nice 啊，歌剧这边不想跟你玩了，压了个悠悠，真的要这个是有可能骂脏话的，我这邮差这么能溜啊，对吧，现在的话看一下这边古董商一个人修两台，但这个线圈可以给你踩掉，而且手里面有下一个市场，除非在开门战的时候歌剧针对的是古董商，要不然毕竟没有大心脏，囚徒邮差都不好弄，这里古董商满血过来
但是这个机子又给你踹了线圈，我又能给你踩了，你这机子不行的。这个局求生者得修完这台以后再去补修外面一台机子，机子好像不太够。来，镜头给到古董。邮差机子修完再补一台吧，补桥上的机子。桥上机子刚刚修过一点点啊，修了20%不到，大概10%几。卡半就，古董上就这一棍。血线很紧，血线很紧，一个震慑，游戏结束，一刀打，好的，可以。球度的话，现在战力蛮强的，有飞轮，有电，换抓古董。吗？啊，这边是再过来要去找邮差，邮差这边得走了，得走了。外面两个人补状态吧，直接传电嘛，因为考虑到后续还要救人，其实这个时候需要去补一波状态。但是因为古董商还没起来，狗咬住可以。这个邮差这把是真了不起啊，没这个邮差，这个局老早结束了。啊，没这个局邮差老早结束了。现在的话怎么说，飞轮再顶还玩，终于倒了。两个人一起合修，这边是关掉了这一波传输，可能是觉得还会被踹吧。那就是说这里是古董商没有道具，没有自己来救人。然后哎，这边压进步啊，好像要被看见吧，要被看见，选择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飞轮躲，哎呀，等会儿，哎，飞，哎，回缩，啊，回缩，哎，回缩，那这边的话上滑梯，等，等，要追，把你往外赶，怎么地？你这个人别给我救下来，阿凡，震慑82的机子，那这边囚徒再去救，古董商这边倒地，囚徒。有没有机会能救下来呢？讲道理，有点操作机会，有一点操作机会。双弹飞轮加电，真的一波强冲冲过去，导弹式冲锋，好像还行，跟过来。压着，牵起来，人挂上，这边邮差挂飞，游戏结束啊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把的话，我觉得求者尽力了，特别这个邮差的一个牵制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优秀的。但没办法，前期的劣势有点大。啊，前期的劣势有点大。打空军那一波，怎么说呢，我觉得给我上了一课吧。球人这边想的一个战术没有任何问题，只是从结果上来看被这边的割据是完全看透了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到这边就差不多结束了，也是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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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